大家好，这里是广州医科大学。广州医科大学创办于1958年，现有番禺、越秀两个校区，是全国首批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高校，有28个研究机构，19所附属医院。学校构建以南昌风格为核心的医学人文教育模式，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紧密互动，在抗击非典、亚运医疗服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重大公共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体现高校教育的责任与担当。广州医科大学2021年本科招生专业有21个，其中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有11个，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有3个，南山班、药学卓越班、生物技术卓越班、金玉检验学院、公共卫生应急班为特色教育。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院士担任南山班班主任，为同学们授业解惑。欢迎您来广医体验南山精神。广州医科大学2021年招生本科专业分组情况，首选科目物理有3个组，首选科目历史也是3个组，每组选考科目不同，请考生多多留意。物理001组有13个专业，物理002组有1个大类加1个专业，物理003组有4个专业，历史004组有5个专业，其中有4个专业第一次在历史招生。历史005组有1个大类加1个专业，历史006组有4个专业。考生还可以登录我校招生网，查看历年各专业的录取情况，科学填报专业组和专业志愿。选择广州医科大学，实现求学梦想。我们物理、历史各3个组是很好填报的，考生在参考录取数据的基础上合理填报专业组，有梯度的填报专业，并且服从调剂，争取顺利录取到广州医科大学。考生们还可以关注广州医科大学的官微和广州医科大学的招生咨询群，还有热线电话，我们将热诚为你解答招生的问题。广医欢迎您。